人活着就是身不由己，就是孤独，就是求而不得。我还能唱吗？我真的还能唱吗？不唱。自要能成为角儿的，必须得经历这一遭。有生就有死，有起就有落，命中一劫。今儿我就托个大，替咱们张师祖清理门户。我护着诸位唱戏，诸位替我离园称王。别人捧我，是捧我的戏。程凤台，他是明白我的人。我不许你辜负自己的志气，更不许你临阵脱逃。为了我，你得唱。模样真俊，比我们女人还要女人。彼は中国最高の教授家として。难怪戏上说士为知己者死。这人与人啊，一旦到了知己，你却总觉得欠了他点什么。